好，来 ，OK， 现在好，已经焖完了哈。那焖完的温度来测一下。好，那上次看过学姐示范之后，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哈。要47、49、63。啊，不应该这样搅，因为要用那个搅哈，让它搅成一个漩涡。82、85、88、90。95、96，哦，所以拔电之后，它其实保温效果，这种煮锅饭电保温的效果不错。98.1，98.2，好，先这样子。